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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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觉得生存类的定义好奇怪哦，为什么连恐怖游戏都生存类啊？绝命精神病院。好，我们换另外一首歌。这首我也不知道拿来用在哪里上面呢。这首比较像是那种教学小影片用的。哎，不对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多人，看一下有没有特价。哎，鸽子40块，有没有人要买来跟我玩啊？我记得学妹是不是有买啊？看一下，小林已经游玩73分钟，你是神经病哦？你玩这游戏玩73分钟？我傻眼呢。你还玩得比我凶欸。没有没有，我101分钟。他去打哥哥啊。这能解那个吗？我看一下哦。算了，不要直接死定好了，不然有些游戏不是游戏啊，有些资料泄露或是谁的好友什么公开也不太好。得得得得得。我在看礼物，我还在看游戏。直接找多人好了，多人游戏，怎么 PUBG？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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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然后再是这首，这首就更像偷偷摸摸的，有没有？我都是用过一次一两次之后就忘记还有这个音效在。不是，我现在头真的晕到面又觉得有点吃不下。然后他们都说丹丹的那个大肠面线变难吃了，吃完后发现还这么有一点点难吃哎、欸，我开始是没有感觉，他们说哈你吃这个我就变难吃了哎、欸，
然后吃着吃着觉得，好吧，好像真的变难吃了。这首就很适合害影啊，在后面准备开大了，或偷推车、偷站点，没人理你，就很适合啊。重点是这首歌五分钟哦，这才是最屌的哦。丹丹炸鸡好吃，我也吃了，可是吃的时候已经凉掉了，因为那时候在外面拍照。今天人真的也比较少啦，不过东西卖的还算多，是蛮开心的，杯垫卖了一大堆。然后吧，暑假的时候杯垫因为台风天没有卖到，那时候超沮丧。大多负评，大多负评。哇，2000多块的游戏降到400块。啊，换一首啊，这首听好不耐听哦。啊，这首就还可以，这首也是比较适合单人或轻松一点的那种。这个我有用过一次，之后就忘记用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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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游戏啊？哦，组合包游戏哦，泰拉瑞亚斯达，不要，对，没兴趣的游戏。用害影为什么不能活五分钟？他们说害影隐形永久啦、啊，你想躲哪边都躲哪边啊。哎、欸，刚是不是看到了？如果你们发现你们开始看台会卡卡的，表示说有版权哦，这首歌就有版权了。巴布巴布，哎，真的没什么游戏耶，好玩的游戏都已经被我买光了，只是都没拿来玩而已。可是最近新的游戏一大堆都小黄油，那个看的都不会想玩呢，只是拼个方块改来改去而已，那种买来玩干嘛？干脆买那个玻璃拼图。啊喏 ，GTA 就看人呐、啊。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赚钱，你要从头弄很久，你才能有办法弄到像我们这种用夜总会赚钱，有的没的。
你要花一大堆成本先投资下去，才慢慢会有一些收获这种感觉。好吧，吃面。IB 有买吗 ？IB 是什么？你说美术馆那个吗？我没买。还是你是说什么二 B 的那个？搜寻看看 ，BU BUNNY， 看看有什么兔兔游戏可以拿来玩的。那就还好，我没分享画面。是什么？2020年发售，好，我等这一款。安，哎，感谢你今天来啊！虽然你们真的讲话，应该会被韩粉打死。哎，你拜托你们下次不要在那种有韩粉很多的地方讲那些很恐怖的话，我很怕你们被打。哎。竟然直接在韩粉的旁边讲一大堆韩国语的坏话，我就是比，我就这样嘘嘘嘘嘘嘘嘘到他们还在那边聊天，聊得很开心，都想打人了，真的是不怕死呢。哇，这手有这么久哦。哦，白痴，我听过一轮的啦。我们换一首啊，这首就是我最爱用的歌。这首就是 ATM 的时候常用的歌。哒哒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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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坐高铁也很惨啊，我前面是韩粉，后面也是韩粉，然后右边原本没人，突然坐了个阿嬷在聊韩国语的东西，而且还开扩音那边，砰，造势的那个喇叭按下去，哦，想杀人呢，睡都睡不好。可以不要这个吗？可以不要杀兔子的游戏吗？只准兔子杀人，不准人杀兔子。什么叫做兔子石头啊 ？Rabbit Stone。
咦，看，我要买这款来玩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现买，加入购物车，自用。好了，我们有游戏玩了，等我一下哈。这款叫什么？瑞比特，购买。管理单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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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再来更新了，我觉得买这款有点北气，还要稍微用一点点脑在玩。蹲，关掉。拼图游戏，好，我们先关掉这款游戏，它已经没利用价值了。我们换另外一款，为什么要挂？他叫我先执行 Rabbit 一，什么鬼？哎，完了，知道我要截取超多四双的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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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超北区的啦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要截超多四窗的，玩一次要截一次四窗的游戏。哎，这个应该吧？有吗？有画面吗？没有哎。移除，确定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游戏截取没有吗？视窗截取嘞，新增来源完成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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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北极的啦，那结果还要播歌。好，拨回来，拨回来，再一次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很轻，这个是菜渣常用的。好的，我们开始拼拼图喽。这应该是老面吧？我怎么因为可爱就买了这一款？我的天哪，冲啊小啊！哦。啊，这应该就角角了嘛？哎，完美。那这里，感觉要被嘴了，就在那边呢、啊，我也知道在这边呢、啊，他就是看不到嘛。我看到这款22块就买下来了，也11块啦。哎、欸，其实它很小，我以为很大哎、欸。傻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给我压力。是不会，哎、欸，他有
16个拼图诶，过完2小时了吧？玩不了，退款也是情有可原啊。等一下啦，这边好像拼图很多啊。那是这里呀、啊，对吧、啊？连在这里，然后这里。看都像在这附近的、啊，干就你们在那边嘴，这里，然后嘴巴在这里嘛，为什么会红啊？在这里，然后找一下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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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理论上解出来啦，要结束了。哈？怎么看得像在这啊？哈？很可爱，我刚刚是看到这个小说图是被骗来买的，然后换第二个游戏，我傻眼呢，每玩一个就要换一个哎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用结，不用结，不用结啊！就是这张，这张是荷那个荷兰侏儒兔。这是我其中想养的一只兔兔之一品种啊，哇，在这里，我应该也不会退款啊。哦，它可以这样拉，好。
欸，其实我蛮强的啊。我自己讲有没有？可以从中间开始拼啊，不要中间就最明显好吗？这傻才从旁边开始拼好不好？中间就一块黄黄的。玩这个玩到嘴巴也可以张开，我的天！噔噔噔，这是哪里啊？播这首歌会不想睡觉欸，什么魔力啊？然后蚊子就来了。靠，少一块就藏在这边的白痴哦！哒啦！哦，欸，不是欸，它也不是侏儒兔欸，它是会长很大的那种欸。好，下一关。